老人不会使用智能手机，不会使用电脑，甚至不知道自己开通过网银。家属认为真相只有一个，那就是这一切都在银行职员操作之下完成。他面证书的白总去主会，他说在农行是吧？在农行不上会办，他里面也有电脑。可银行方面说，刘万忠在2020年已经离职，并向公家人展示了一张从未见过的欠条。这是刘万忠写的这个欠条，所以说这个根本不白。你这个欠条从哪里拿到的？这什么欠条啊？这个？这是当时就是郭启高老人的那个什么吧？刘万忠给，应该是老。你欠条是从哪里拿到？是谁写的这个欠条啊？这个是我们行里应该是了解情况。了解情况，是从哪里拿到这个具体我还真不知道。因为银行做存款，你作为一个银行的工作人员，居然给储户去写欠条，你觉得这样合理吗？不啊，这个跟合不合理没有关系。那我们银行的任何员工，比如说我们员工，要是跟别人有借贷关系，借不借钱，银行我们是单位是不干预的。存款被转走，经手的员工离开银行，事件兜兜转转，老人的46万元积蓄到底应该向谁讨要？